修地板。这个 case 呢是在北约克，然后这呢是复合地板，都起皮儿了。这个起皮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电脑椅这里滑来滑去，滑来滑去的，所以说把这皮儿呢都起了。你看，我一拨，哎，又掉一皮儿，对吧？这儿呢也是有潮气，可能是，所以呢今天过来把这个呢大概修一修。你看这儿还在起皮儿，对吧？皮儿呢说剥就不能就能剥掉，你看又剥掉了，这皮儿都是皮儿，对吧？很容易就能剥掉这皮儿。好，先把这个清理清理。现在这个地板呢就修好了，也是尽可能的修，因为它是复合地板，只是掉了一层皮儿。薄薄的一层皮儿，非常的难搞。这次，在哪儿呢？这一块儿和这一片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总体来说还可以。好，这就是从一进门看，肯定 OK，没有问题。这是为了出租室、出租房，OK。